收看上桌游乐，不管你是朋友聚会，或者是亲子同乐，还是教育性质，在这里呢都可以找到符合你的桌游哦。那今天呢要介绍这款游戏呢叫做张小猪哦，张小猪。那呢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玩呢是我们的三宝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佳怡。对，三个孩子的妈不容易呢啊。那今天呢要跟你分享的这款桌游叫做张小猪啊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张小猪怎么样，很喜欢泥巴嘛。嗯，所以弄干净他就想要泥巴澡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它的难度呢会稍微再高一点哦，比较适合的是我们的国小以上的孩子哦，2到4人的游戏哦，2到4个人都可以哦。那游戏的时间呢其实没有特别，它可以短也可以长。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因为我如果把你的小猪，我小猪弄脏，你又把我洗干净，我用脏，你又洗干净，无限的循环到这个，它可以玩到什么样，国小6年级毕业都还没结束呢。太夸张了，因为小猪的皮被脱掉了。对， OK。 那这个故事呢，发生在一个农场啊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小猪啊，农场的主人很爱干净，但是小猪呢他喜欢泥巴，会很矛盾。所以呢我们这个牌啊先介绍一下，这是每人呢会有一张到三张这个小猪牌，它是双面的啊，双面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啊，双面的，一个是干净的，一个是脏的。哦，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手足都是干干净净哦，这连屁股这里都还发亮，发亮哦。你知道农场主人把它洗得很干净哦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这个哈，那再来，这是我们的功能牌哦，这也是我们的功能牌哈。这功能牌呢，先介绍一下哈，这个呢是我们的避雷针哦，避雷针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猪舍，他们是一起用的哈。避雷针顾名思义就是来干嘛的，打那个避开那个雷电，对，雷电打下来的时候呢有避雷针防止就没有事嘛，所以呢这个就是有打雷的卡片，这个打雷专门刻这个猪舍的哈，如果今天没有避雷针，不好意思，打下去你的猪舍就啪没了，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被雷劈毁啊，就是要这个避雷针。 OK， 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锁门的卡片哦，锁门卡把猪舍锁起来啊，因为这小猪啊，为什么要锁起来啊？因为啊，我弄脏之后呢，锁起来躲在这个猪舍，主人就没办法洗我啦。如果我没有锁起来呢，主人还是可以冲到里面怎样把我洗干净？洗干净。然后再来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哈，这个洗澡卡片。哦，当一只小猪呢变脏的时候，别人的小猪变脏的时候，我就出这张卡片，把它变怎么样？变干净，干干净净啊。再来呢，这个是下雨卡片。这个下雨卡片呢它影响到所有的人，场上所有的小猪，当我打出这个下雨卡，场上所有的小猪，包含你的，包含我自己的，所有小猪没有在猪舍的都会洗干净。我们知道下雨天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把那个泥巴给冲掉， OK 吗？可以哦。好，那如果你要怎么避开这个下雨天，就是你的小猪要躲在这个猪舍里面，猪舍里面就没问题了。好，最后一个卡片呢，最重要的核心来了，玩泥巴卡片，玩泥巴。好，你打出这一张呢，你自己的一张小猪，打一张小猪就会变成脏，就变成脏小猪，打出这张的时候原本干净嘛，翻过来变脏了。那这游戏呢怎么结束呢？怎么结束呢？就是三只小猪都弄脏，游戏结束。好，那我们这里会叠排堆，这有点排堆，抽完了，我们就重新把用过的牌洗进去，再重新开始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它最多4个人玩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如果今天像是我们2个人玩的时候啊，我们手上的牌会有5张。OK。1、2、3、4、5张。那如果呢，3个人玩的时候呢，会是3张。牌数没那么多。牌数会变少。对。那如果是4个人玩呢，会变3。三张，三张。哦，刚刚更正一下哈，刚刚是2个人玩5张，3个人玩4张，4个人玩3张。我以前在绕口令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2个人玩是5张。好，那我先示范一下怎么出牌哈。好，先示范一下，我先洗一洗，先洗干净。好，先示范一下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5张手牌哈，给翻起来给各位看我有哪些手牌。哇，怎么这么高？你怎么全都是一字张的，是不是？我换一下哈，一条龙是吧？一条龙哦，哇，你还是全都是，不管了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吧，命运就这样。OK， 那轮到我的时候呢？好，轮到我的时候，我选一张打出来放桌上。好，这张卡就是把我的小猪一张弄脏，我可以自己选，翻过来弄脏。
好，然后就换下一位。那记得要补牌，从这边，我的牌堆上面这里，再补一张牌进去，新的牌 ，OK， 上去，然后就换下一位。好，那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说，如果今天，好，我更正一下哈，如果今天我的牌啊，假装啊，好，假装是，假装一下我的牌都不能打的时候，哦，你就可以弃掉你手上的牌，抽就再抽。如果今天五张都不能打，五张都是那什么锁门的，对，因为我要有房子才能锁门啊，对啊，对，对不对？五张都锁门，那我就给大家看说，我五张，都不能打，那我这五张弃掉，丢到旁边，重新再抽五张。好，那有个特别的一点就是说，今天这张锁门的卡片，啊、哦，一定要有租舍住在里面，我才可以锁门。就像如果没有租舍，你用避雷针也没办法，没办法用、啊。好，那还有一点就是，当我锁门的时候啊，我里面的小猪呢，一定要是先用脏，才能锁门。好、哦，比如说像这样子，我才可以盖上去，我就锁门。OK， 好。好、okay. 不能像这样子哦，我宁愿干净的小猪我锁门是不可以的、哦、好，你还没弄上你就锁门，那怎么用上不行的哈、哦。那这里面有个更好的叫做幸运小猪。什么叫幸运小猪呢？好，我示范给各位看哦。我这有一个脏的小猪，对不对？是，今天我住在这个猪舍里面啊、哦、猪舍里面，然后呢再装上避雷针。你有避雷针吗？没有。好，装上一个避雷针。好，找一下啊、哦、装上这个避雷针放上去啊、哦、再来呢，我在锁上我的门，无敌了，谁都没办法。这个闪电劈下去，有避雷针挡住，锁住门，人家洗得到你吗？洗不到啊、哦，洗不到哈、哦，就这张我洗不到啊，因为这张抽筋洗不到啊。那这张卡片呢，只能指定一张小猪。好、哦，你有三个张的嘛，我只能指定一个小猪弄干净，这样 OK 吗 ？OK， 好，非常的简单哈、哦。好，我们来试看看哈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把牌呢，哦，把它配置好，好，就这样子，一人发三只小猪，都翻到干净的这一面，好、哦，把剩下的牌呢，好、哦，这功能牌，啊、哦，洗干净一点，不然刚刚不要等下又一条了，然后一全都脏，哇，全脏，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，假装洗干净哈，太刚好了。啊，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啊，你要注意哦，不是只顾自己的、哦，你用脏之外，你要看对方有没有准备要那个什么，三只小猪都要变脏了，你就要阻止他，阻止他，你不要忘了阻止他。结果哇，一直在看自己，啊，还是输了。好、哦、好，一人五张哈，给你。好，好，一人五张，然后剩下的牌呢，放在这边，放在中间大家拿得到的地方。好，那么准备开始，谁先呢？好，最近有看过猪的，最近有看过猪、欸，你有没有看过猪？电视里面。好，电视里面。好，最近没有看过猪，所以好，给你先。好，一样拿出手上的牌。是。对，手上的牌。是。然后就选择打出一张，盖在上面。对，就放在中间。好，打出一张泥巴澡，你就可以翻过来，它就一张小猪，好，弄脏了。换我，我也打出一张泥巴澡，好，我也翻一张。然后记得要抽牌，你记得要先抽一张，补满五张。对，打一张，抽一张。好，换你。你也用一张，所以这时候看到有没有？他已经两只了。这时候我不能自顾自的再去打这个泥巴澡，因为有可能我打下去你就赢了，所以我就要阻止他，我要阻止他，所以我要洗的洗澡。还有我有一个这个，啊、哦，来，小猪洗澡了，那你就要翻回来变成是什么？干净，干净的，没错。那我记得要补牌，你有补牌哈？好，记得补一张。OK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什么牌？有没有什么牌能够阻止你？哎、欸，不一定要阻止我，你可以再去洗，没关系啊。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冲动。对，放上去。不管，我自己还是先顾 好。先顾好自己，对不对？好，补一张。OK。好，这时候我要放大雪了。什么叫大雪？什么大雪？这个。喂，下雨来了，不行。在场所有没有住在猪舍的都变干净啊！这样我也算赚了。你真的赚了，你这我刚刚也想。对，好，换你。真的是，我都没有抽到什么好牌。好，换你。真的是，好吧。对，要想一下呢啊，就是有时候你不是说你想出就出哎、欸，刚刚少抽了。对，你现在几张牌？才四张啊。那你要记得补牌啊、哦，记得打完一张补一张牌哦。那如果手上都不能打牌怎么办呢？五张弃掉，再补。不行吧？好，来，有没有？有点难。你有可以出的牌吗？帮你看一下哈。好，这时候大家看一下哈，他现在啊，你可以啊，你可以啊。
你可以住，先住在猪舍里面啊， 对，干净还可以先住，你就不怕下雨了。你要住在哪一只？给哪一只住？给这只住。好，给这只是这样。压在它上面是吗？对，压在它上面。OK， 好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子。它就住在猪舍了，所以你把它弄脏之后，等一下打下雨那只，哎，你这样应该先打的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先补一张。它现在是干净的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要干净，把它关在里面干嘛？没有，不是你，等一下可以先用脏，可以弄门还没锁起来之前，还没锁，弄脏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当小猪，先变脏一点，然后记得补牌哦，补一张牌，还有没有？看你们哈，五、哦，那什么？下雨啊！反正我猪色，我没关系。好，记得先补牌，他没关系的，哦，因为他没有脏的小猪。好，又换我，换我，换你，我再弄脏，哎，好不好？再弄脏，怎么办？好，换你。我不管，我先顾一下自己。好，顾自己。他两间房，哇，那个这么好，两只小猪都有房间可以住。好 ，OK， 各位观众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来，两只小猪脏了，在最后一只我就赢了，在最后一只就赢了。各位，在最后一只，我没有牌耶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可以用的？你看，哦，你可以再换一个住一住。哎，你都要变黑了，没办法了啊。他有三个房子住，但是也要看我有没有啊。好，我先住房子。啊，对啊，也要看我有没有啊。我没有抽到张小猪，也不一定会结束啊。OK， 换你，换我。我先给他住房子。嗯，你想要用什么？你还没脏，三只都是干净的哦。我不管，干干净净。我来把房子破坏好了。你那个不是破坏我的房子，破坏我自己的吗？不仅破坏你自己的，要破坏你。对对对，破坏这个。哇，好不容易有房子可以住了，欸，你要记得补牌。好啊，我知道，我刚刚没有看到。我也是，闪电打下去，有没有？其他这个房子没有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我要变黑了，游戏一场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有没有？不管，你一样，你那么多房子可以住。哇，好开心哦，拿到一张不一样的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不要演了，不要演了，获胜！你完全没有让我出到这张牌的机会。其实我在压牌，我这里还有一张哎。各位观众是不是很快？喂，好，我跟你讲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样大概都了解了嘛，哈。OK OK。所以这样游戏的话呢，我们这放好对。我们在带游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一次，好，大概都玩，最少是玩到三次。因为第一次他是先熟悉，欸，整个游戏的流程，对，好，这样你因为就我比较熟嘛，所以我大概知道怎么打。那，对你来讲，你第一次的，那这样第二次再玩的时候，你会比较熟悉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一样，我们几张牌，两个人是五张，五张，好，五张，剩下的牌记得放这里。好的，好，那刚刚他先嘛，那我们可以就是轮流哈，现在换我先开始。好，好，手摊了。你位位也太刚好一条龙，刚好好，刚好走。这我想输也不是办法，各位观众，想输也不是办法。五张都一样的，好，我们做人要低调。好，来打一张张小猪，好，投一张牌，记得打一张补一张牌。好，看你，你要赶快阻止我，能什么办法阻止我？就阻止我哈。好，等一下我没有，好像记得补牌，再打一张张小猪。弄张，好，再补一张，记得手上两个人都是五张牌。不要太高兴。没关系，我们的小猪的意志力很强的。我再弄张。好，没关系。再用张。我只能再用张了。好，不要太高兴。又下雨。哎，刚刚我全部都在变，你全部都弄脏，你全部都弄干净了，对，你要补牌了吗？对，你看一下你手上几张。还没。我刚刚有没有补好？好，来，再用张。这么厉害。再用张。好，那记得补牌啊。好 ，OK， 那我也弄张。好，他也弄张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要包，我怕是这什么雨又下来。对。所以我给他住豪宅。好，住吧。哎，住豪宅，弄张已经住豪宅，记得再补牌啊。好，那我也住豪宅。你也住豪宅了，好。好，来把你的豪宅打掉，打咧闪电卡，打掉它，然后记得补牌。好，换你。好，那既然要打，我也打掉。耶！
好，我就说这个游戏有没有？它可以很快，很快，但是也可以很慢，很慢因为一直互相来互相去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再注意注好塞，我还有，好，还有没有 ？OK， 好，我也先注。好，那我就用脏。弄脏是吗？有没有发现我们第二轮的节奏比较快了，对不对？有点快一点。熟悉了之后，它可以出比较快的牌了哈。好，我也弄脏。好，弄脏。你剩一个哎，我想一下。等我们。我想一下。好，我想一下，我先锁门好了，锁门，锁上我的门，你就洗不到我了。好哦，那我也锁门。好，你锁门哈，那我就把你一样打掉。那这个你还看到了哦，它是不是这个房子有两个，一个豪宅，一个租舍，对，一个锁门，对不 对, 对？那当我这个打掉之后呢，是这两张都直接不见。对，因为房子整个，因为房子整个被我打掉了。OK， 好，换你。好，来吧。哎，这个是那个呢？哎，不对，错了，不对，这个相公，你刚才相公哦。好，这个是怎么样？哦，恭喜我们的耶！哈，终于获胜了，太好了。好，这样速度，其实这个游戏不难吧？熟悉它的故事性。对，其实我们在带的时候，第一次我们不要被孩子影响，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哦，老师，妈妈，我不会，好难哦。”其实让孩子学会了，懂了。对，他就会了。对对，那再来呢，他还可以就是有一个跟各位分享哈，他有一个叫做合作模式，可能适合比较更小的孩子。什么叫合作模式呢？好，我们今天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是共同就这三张就可以了，一起完成，把它全都弄脏，一起把它弄脏。 OK， 好，那他的那个牌的话你可以很简单哈，第一个模式呢，你可以就是说啊，我一样哦，两个人五张牌，打上去。另一个模式呢，你也可以这样子翻一张，那执行这个动作，大家一起翻牌。对，没有，只要轮到我的时候，我翻一张。哦，你翻牌，他就打开，然后你可能换你翻一张，然后就是做一件事情，又可以另外一只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让孩子熟悉这些功能牌的功能是什么。我翻开这张牌，我执行一个动作。翻张一张牌，执行一个动作，让孩子可以更快进入，或是你要带的玩家更快进入状况。对，然后等到这个状况熟悉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刚刚那个模式，它就有成就感。对对，这个游戏感觉怎么样？不错。哎，因为它这样子有一个连续性，是让小猪从干净变到脏的过程，而且还有介绍其他功能牌的用处是在做些什么。主人他有点进入到一点逻辑思考了。对，小朋友就会比较知道说，哎，我这个下雨了怎么办？然后全部人都变白了。对，他有一点点策略，策略就是说，我的这张手上的牌，我是不是该打出来？对，我打出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还是我要留着？像我刚刚牌就有留着啊，我没有故意全部打完。好像比如说像下雨了，什么时机用最好？就是那个别人的脏小猪最多，我的小猪可能都没有脏，或是我有在房子，我下雨对我的收益最大，无所谓。对，所以他有点小小的策略在哈。这个游戏分享给你了，好哦，谢谢。今天呢，谢谢各位哈，欢迎收看我们的上桌乐，跟各位小朋友拜拜，拜拜。